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林次长以及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法务部各类席的各位官员，主席有请我们林次长。请林次长啊。国委你好。次长你好，市长，现在有关这个国营事业的员工转劳保这一部分你预估有多少人？然后，有多少费用的产生？对，因为在这个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我们今天要处理的这一块啊，在本部里边呀，有19000多人，这是经济部，经济部的部分。那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单位啊，其他部会的交通部也有，交通部还有财政部也有一些。是，对。那么全国这样子加起来一共多少？你有没有做差不多过统四计？万多人了，四万多人4万2000人，对。那延伸出来的这个经费有多少？这个经费要看什么制度，说现在比较不好这样一下子讲，也许你没有一个详细的，所以很难估算的对，比较不好但估算。是我告诉你，因为这国营事业的员工，他们适用劳保的这一部分他们的薪资往往比现有的这些劳委会所主管的这些劳工，他们的薪资贵好几倍，高了很多。那如果你这样转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很多劳工的权益？一般劳工的权益？就您讲的就是说，将来劳保费的话，给如果付的时候。对把它给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部分呢？这部分刚才我是想，这个应该是由劳保局来说明，这会个比要较公恰平的当。是。要公平你不能用你经济部里面就1万多个，加上一共4万多个人，这4万多个人，他们这个一旦转回去这个劳保之后，那对一般的劳工他们产生的这个影响会很大。所以这个劳委会也希望说你站在员工劳工的立场也应该出来表示你们的看法才对，这要公平，我们公务员的禁用当时我想现在很多的我们一批一批的公务员，他们禁用的时候分别不同的条件，每次考试遴选进来以后，不管你用甄试还是透过政府机关的代考了进来之后，就是说。他进来的时候条件是什么？他的以后他整个这个往后的年资他的福利就是怎么样？但是往往会不同，一批一批招考的他的资格还有他适用的这些福利并不一定相同就好像我们军方一样，军方每次考了一批一批，他服役的期间还有他的福利不一定相同。那么你国营企业一样你每个国营企业里面，你分别为了某种特殊的专案，你禁用了多少的这个国营事业的员工，他的条件并不是每一批都一样的。但是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政府用这种齐头式的假平等不管你到时候是怎么样然后变得大家结果都是一样的话，这样是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市长，你知道这个意思？是，我了解，我了解。所以既然是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应该贸然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再说，这个劳基法里面第84条本来就规定公务员兼具劳工身份的他的有关的这个派任、升迁、奖惩、退休、抚恤以及保险，都是适用在这个规定里面公务员的。这个法规定里面那你这样的话，你如果把它一改的话，跟这个，这个劳基法第84条有没有抵触它？对，所以要比较广泛的去讨论，不能是单向。这个如果说涉及到其他法规，可能是所以你这个连这要有个一些一并要修正规划，对，才一能定够使用，不然的话你有竞合的关系法律竞合的关系那针对今天所提的这个31条及33条的修正本席在这里有个意见，我以实际的情形告诉次长尤其是经济部主管的这些国营事业里面我们禁用人员的这一个方法方式往往末中一事，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到
你们认为可以的就可以，你们说不可以的不可以哈、哦。法令哦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约束。我讲最简单的例子哈、哦，过去，哈、哦，我们所有那个陈昭义今天有没有来？陈以前我们工业局长，啊、哦，他换执行长来。今天没有，今天我们执行长、哦、执行长来哈、哦。过去哈、哦，过去我们就发生过，比如说我们工业区管理中心的主任。我们经济部所辖的那么多工业区管理中心的主任，过去啊，都是从外面酬庸的性质啊，当个两任乡长以后就给他去当那个工业区管理中心的主任。可是到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说不行啦、啊，啊，哎，民进党政府也想说把这个资源拿来分配给这个也类似有一点酬庸，哎，说不行了。但是法律没有任何的改变哦，为什么会有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可以，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不可以？啊、哦，这个就是，那现在我请问你，那现在我们工业区管理中心的主任，你的是怎么产生的？他基本上我不太了解，不过这些工业区的这些管理人员，他基本上不属于公务员的范畴。不是他的任用，我现在讲他的任用，你是讲到嘛？他的禁用是用甄试啊，但是除特殊技术及重要管理人员，啊、哦，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弹性啊，这个很模糊的一个空间啊，啊、哦，这个如果是谁以后政党轮替是民主国家一个常态了，啊、哦，但是不管谁执政，我们都要有一套游戏规则。大家都要有一套制度来管理才对，好、哦，但是确实是这样。市长，你不知道这个事吗？他的任用的条件我不太了解。就是很简单啊，工业区管理中心主任，你们现在是怎么产生的啊？啊、哦，是由内部晋升的，还是说可以用酬庸的、啊？那你应该也要定出一套的规则出来，是，对不对？大家以后谁执政这个政府都是一样的这个标准来禁用才对。但是过去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沦为一个黑机关了、啊，很模糊的空间，啊，所以今天对这个条文的修正，哦、啊，我在这里哈、啊、又提出一个看法了，就是说，你那个国营事业用人呐、啊，除特殊技术及重要管理人员外，应以公开考试方法行之哈、啊，应以公开考试方法，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个做法，但是。前面啊，特殊技术及重要管理人员，你必须用一个规范。什么叫做这个特殊技术还是重要管理人员？你这个里面弹性太大、啊，你这里也应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才对啊，是不是？好，市长是有什么意见？没有，对。是的，所以他在今天这个修正草案里边确实有提到这几项啊，这几项资格条件需要把它名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一定要名列了，是，不然这无所适从啊，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啊，好、哦，好不好？是，所以这一个修一个法是要修给大家都适用的，而且是哈、哦、这个非常公平啊的一个制度，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